大家好，我是 PPK， 我是咱台湾业余乒乓比赛后边，这道比赛是台湾长青杯四岁组混双八强之战。在我们画面中，左手边的是吕冠毅以及他的搭档青少年国手杨佩麟，而画面中右手边的则是成人国手杨顺祥以及他的搭档少年国手张佑慈。介绍一下吕冠毅选手，吕冠毅曾经在2023全国乐活杯亲子组双打赛荣获冠军的好成绩。好的，废话不多说 ，Ready Go。时间小就过去哦，又搁要讲再会咯，拜拜。